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州的白云国际机场，在北京时间的5月28日下午的3点半，李皮将乘坐卡塔尔航空的 QR874 次航班抵达广州。那么与李皮当时离开广州时情形冷清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抵达广州的李皮有大批的球迷以及媒体到现场接机，同时出现在接机队伍当中的还有国足的管理人员康斌以及刘殿秋，同时还有他的贴身翻译文谦石。那么据了解，这一次康斌是将会再一次归队担任里皮与足协之间的沟通工作。那么这一次里皮回到广州的主要工作还是准备6月份的2场热身赛。那么国足的最新一期大名单将会在近日公布。Thank you.